哎，那边怎么围了那么多人？哎，好像就是。那要不我们去看看吧。那走吧。嘿，这里干嘛呢？罗伯特上校在表演自杀。哦，不不不，是当众表演吃狼果。吃狼果？那不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吗？就是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他这个根本就不行。发大了，发大了！这下我真的要发大了，我将成为整个小镇最富有、最先知的人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，欧洲进口的新狼果，快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嘞，好吃又美味，快来看一看咯。女士，来来来，你看，欧洲刚进口的新狼果，来看一看，来。哇，它看起来比苹果还要美。哇，你刚才说的像什么？我看它是。我看它是恶魔的果实，不要不要。哎，来看看看看看看。先生，来，来看看，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来看看，看看。安静，安静！乡亲们，非常荣幸你们的到来。下面，请睁大你们的双眼，看看我，罗伯特，是怎么把这些狼果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。哥，亲爱的，不能吃，不能吃。哦，别哭，宝贝儿，我爱你们。乡亲们，看看。别吃别抢啊！谁踩着我的鞋了？